要上场的是霍顿。霍顿也是美国队的一位老将。这次世锦赛男队美国男队唯一的老选手，最常见的双杠的上器械的方式，后上180，后上大圆环去两周挂。基佩尔特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，支撑前摆金蛋臂转360，支撑前摆180下，顺下来了，不算特别难，但是很流畅。他的动作的规格不是特别的高，所以说我们给我们的感官就是说不是特别的挺拔，